回到我们全民大新闻。那这一段呢，我们一开始先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这好消息就是说，全民大新闻要寻找下一个搞笑天后啊，即日起啊，从现在开始到一月中啊，请上雅虎无名或是到中天官网全民大新闻啊，寻找下一个搞笑天后活动专页来报名，你就可能是下一个陈汉典。因为陈汉典就是搞笑天后，就是类似陈汉典的那种感觉。哦，上一次对上一次女的陈汉典，上一次就是我们这个闷锅博王秀呢，就选出一个汉典，是啊，现在红到现在，对不对？现在我们这个是搞笑天后啊，希望大家来报名啊，就这么简单了。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今日我最怕就是2012年代表的字是忧心的忧。那么你希望明年会由优转成点点点，转成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涛哥这个优这个字，其实也不代表说是不好的意思嘛。哦，怎么说？有可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啊，或是转忧为喜嘛。是，那难道不会是急转直下吗？会更担心。嗯，有可能是急转直下，这是个人解读不同啦。好，到底是怎样解读呢？我相信现场的特别来宾也有他们心目中代表今年2012的代表字。那这位，我看他的脸就感觉是很忧心。没有错。孙主席，你是要进来吗？还是忧劳可以兴国了，抑郁足以亡身了。哦，这句话谁讲？别请我了，你每天一定要接受。啊，这句话是欧阳修说的，说得好啊，就讲到忧，我们忧劳要忧劳可以兴盛一个国家呢。抑郁的意思不是忧愁了。哦，是生于安乐、享乐的意思，可以亡身，一个人整个完蛋的。范仲淹也说过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你骂总统？忧患嘛。哎，那你这骂总统到底是不是真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没有错啊。我刚才哪里有说生于安乐？我没有，我讲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喜希望一个在这之前，你有说生于安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哎，丢我，我看过你丢，没有没有没错。不然你去请看 VC 啊。好，果然错了，果然。我怎么错吗？不好意思，我当时不在场。所以说，起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大家拢是烦恼啦，烦恼跟起码是环境。哦，投资的环境，一个最简单的，如果执政者都不会把一个股市把它做到飙高，那这个大家还有什么希望？最近不是股市在做多吗？做多，但是没有人跟进呢。并没有量没有出来啊，量那个1500亿的量没有出来啊。问题1500亿出来，可能就会大家就会卖掉了。但就是怕卖掉嘛，所以国安基金最后又套牢啊，行不行呢？啊，作战会做到最后，国安基金整个套牢，你说忧不忧？啊，忧要像小忧一样，有个演员叫小忧，他到现在还是小忧。他虽然不忧，他把人字旁去掉是忧，很忧心的忧，但他已经这样了，他还不忧哦，他还能够觉得他很忧，是，然后呢，的确他还很忧。这才是我们最忧心的地方。这是忧心吗？但问题是他还是做得很好啊。哎，我一直讲小恩，你喜在你喜在。啊，我刚好很多反应，屁股有点痒。反应太多了。所以公，我觉得今天哦，一个政府要真的要做到什么呢？就是要让人民安乐的生活，安居乐业，这个乐字才重要嘛。哦，啊，如果说让人每个人都很欢乐，欢乐不明仔，明仔是秘密。别对都会来，钱对都会来，这个就不对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当初我这个扁政府最不好的时候，可以说是对人民有贡献。我百万大军我就出来啊，我鬼拢，免抢，我这么喜欢我东西的这个攻击啊，我喜欢攻外攻击。我率领排呢，我在总统前面，我整个那个排场，你看看。很像先天下之忧而忧，对，是不是？你要讲了半天，就是要标榜你自己。拍手拍手。但是你看，现在民进党讲了半天，有没有人出来这个做这样的事情呢？你讲了半天，有人上街游行吗？没有人唱和嘛？我百万的大军，我的账目这样的清清楚楚，是不是？有谁那个像我那个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好不好？那么就是说，希望政府要好好做了啊。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找我。我出来了啊，好不好？谢谢，谢谢孙明德。
好，刚刚讲的这个安居乐业，我到这边啊倒是有同感哦，就是说，因为啊，2012这个代表字啊是原始的推荐人，这个优质原始推荐人是中研院的副院长陈建仁，他是有感于末日预言、国际情势、欧债危机、这薪水倒退，他刚刚有说人民没有安居乐业，所以说在在的令人忧心才提出来的。是，不过提到了忧这个字，我要倒要问一下咕噜跟甘道夫，因为咕噜讲这个样子应该就不需要忧了吧？是，再丑也没有比他更丑了。他本身就很忧了。我的宝贝在哪里？内裤都。Where is my precious？ 你宝贝在这里，在这里啊！对，他自己的，把他带回去。Where my precious？ My precious， you are my precious。Thank you， thank you。我的宝贝。Thank you, thank you.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豆腐干 Oh, 干豆腐豆腐干干豆腐 OK 豆腐干干豆腐 It's OK It's good drink? Oh yeah, 你喝看看的菜吗 Yeah Wait Now I'm 干豆腐 OK 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因为我的白发看得出来我是有充满了知识我读书只要翻开一页我就知道整本书在写什么了 Why? 因为你看我的头发全白了因为一夜白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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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It's my magic is better than if, OK? 好的，今天我们讲马英九政府让台湾在今年最大家最能代表的字，第一名是优，第二名是涨，就是薪水什么都不涨，但是其他的通通涨起来了。第三名的字是转 ，turning， 所以转这个字其实是可以把优给解开的。根据我的智慧，我可以分析一下政府有几种转法。第一种转法 ，I speak, you turn, OK? No way! 我只要一施魔法，你就会转了。No way! OK， 马英九政府最会的第一种叫做自转，自转。Yeah, yeah, OK, I turn, yeah, yeah. 因为他的自我感觉良好，在那边转转转转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东西。第二种转就叫做公转 ，you 绕着我转 ，OK。Yeah， 是。所以呢，他整天绕着谁呢？绕着中国大陆。Yeah。 哦，因为他所有的事情都以中国为中心，他走到哪他就跟着绕到哪里。Yeah。 第三种转就叫做倒转。OK， 倒转。Sorry, it's so tired. Yes. So， 我站起来了。你为什么可以站起来？哦，因为我有双重人格。哦。我另外一个人格，他有192公分。Yeah。好高。OK。192我180 OK 现在马英九政府最会的就是倒转哦、oh, 倒转倒转 yeah. Yeah. OK 为什么倒转呢因为时间往前走它却让我们的薪水往倒转十年前我大学生是 22K 到现在十年后还是 22K 第四种就叫做急转急转怎么转呢 OK Let me show you拿着这个在原地很急的很快的转 No way 我只要一施魔法你就会急转所以呢马英九政府要拿钱的时候要这个要涨这个要涨这个要涨政府也要拿钱保费要涨全部就涨得非常的急所以这就是马政府的第四种转还有最后一种转 OK Sorry 好为什么都是我转你应该也要一起转，给大家一点说服力。OK， 我当大哥的， yeah. 我不能只叫小弟转。Yeah. OK， 现在最困难的一种转，交给我了。最关键、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一种转，由我来亲自示范。Yeah. One. 到三。Two. Three. Turn. Turn. I'm turning.这是什么转？空转。No， 空转。
转。马政府就原地空转了好久，什么事也不干。这就是现在的 government。OK， so Taiwan 的 people， 你们要自救，你们要通通的人转起来，台湾才有机会。Thank you， 谢谢。看到咕噜还有咕噜哦，我看到这个刚咕噜一直在转，让我想到在球场上在防守的感觉。是，对啊，这是可以去当篮球员了啊。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利年线。大家好，我们是哈林连线，你快乐吗？我很快乐。今天为你访问到的是哈林连线，首先要恭喜书豪，书豪恭喜你今天是带领球队以13分之差击败了纽约尼克队，让他们吞下了本季在主场的首败，而且你个人还得了22分呢，怎么会这么棒啊？啊，还不错啦，我就是上场就尽力打球，享受比赛。太棒了耶！对，我也很棒。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啊？强将手下无弱兵，令在我的带领之下呢，今天把尼克打得落花流水啊！我哈登在的时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啊！阿Six，你可以用力的、大声的说出来，这场球的制胜关键是什么？大声说出来！因为尼克安东尼不在。倒是实话，哎，不过，林书豪想要问你一下，就是说你这次啊回到了这个前东家比赛，但是地主球迷好像对你报以嘘声呢，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太无情了？应该不能这样讲，因为纽约的观众都是看表现的，你如果打不好的话，不要说啊客场的球员，他们连主场球员都会嘘啊，就好像那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洋基队第四棒 Ara， 他也常被嘘啊。没有去，啊，抱歉，抱没去，那无尽空的心过来。你们台湾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啦，是嘘谁？那一定是有标准的吗？你像阿令这样球得了22分。主场球是要嘘他吗？不是嘛？那嘘谁？嘘我哈登吗？我得了28分，也不可能是嘘我。嘘我后面那个阿西克吗？也不可能啊！他是篮板王，我每次制胜的关键就是阿西克篮板球抢到很多，所以是阿西克，也不是被嘘的那个啊。他在我心目当中是英勇的战士，阿西克，你大声的告诉大家，你抢了几个篮板球啊？2个。我把我刚刚说的话说回来啊，两个，那大家应该是肯定是在嘘他的烂东西，在嘘你的啊，继续练球。你的篮板的确是少了一点。哎，不用练。听说你今天在这个比赛之前，你有跟你的前队友拥抱，你是什么感觉啊？感觉不错啊，因为毕竟这曾经我有打过球，而且我跟他们感情不错，私底下交情也不错。感情不错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你看我们阿令带球上篮，准备要插板要得分的时候，这时候呛到了他的队友，就干一个拐子摔倒在地上啊！你看到没有？球场上是残酷的。球场上绝对没有勤奋可以讲的，但是我觉得很纳闷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同是一队的，阿丁，你为什么没有跳出来救令呢？因为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坐在板凳上。他有24分钟是坐在板凳上啊，真是太丢脸了。那你继续练球啊，不怪你了。今天也非常谢谢访问到林书豪，继续加油喽，继续支持你，拜拜。阿丁。刚刚说到那个感情好的问题啊，你觉得你跟阿令感情比较好，还是跟我哈登感情比较好啊？那个什么那个这个，你觉得二选一啊，不是选令就是选哈登啊，来说。我怎么样啊？哦，我知道了，你是喜欢啊被拍到照片的那个女孩子啊？我。她叫什么名字？说出来。我不认识。你不要这样啊，她说她跟她那个好朋友带球走，是带球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要想太多了，就是带球走了。开玩笑的啦，他带球去练球啦，但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是不是？祝福你们啦，啊，来，恭喜你。